好，各位同学，如果说你看了我们上节课的 VS Code 的环境配置的话，已经没有什么问题了，可以开始编写 Python 代码了。那么这节课呢，我不建议你再看了啊。如果说你看完上节课了之后呢，会发现啊，比如说这个地方呢，会有这样的一个 linter 报错的一些提醒的话，那么你可以呢，看一下这节课啊，因为这节课本身呢，也只是对这个工具的一些配置啊，它不涉及到我们 Python 的学习。好，各位同学，那么本节课呢，我们来学习一下上节课我们所聊到的这个 Visual Studio Code 的一些基本用法。我们将学习呢，如何在 Visual Studio Code 里面来编写 Python 的代码，并且呢，我们还需要啊，对这个 Visual Studio Code 呢，做一些简单的环境设置。好，如果说大家呢从来没有使用过 VS Code 或者呢是第一次打开 VS Code 的话，那么大概的界面呢就像我现在说给大家展示的这样。那如果说我们要在 VS Code 里面去编写 Python 代码的话，我们首先呢需要啊给我们的这个 Python 的工程呢建立一个文件夹。我们可以呢点击啊左上角这里，然后呢点击这个地方打开一个文件夹，也可以呢在欢迎页面上面啊这里打开一个文件夹。我们还可以呢，在这个菜单这里啊，去打开啊一个新的文件夹，都是可以的啊。方式呢是有很多种的。那么这节课呢，我特意的是使用 Mac 啊在录制的这节课啊。Windows 上面呢比 Mac 呢要更加的简单一些啊，所以说界面上面啊，比如说这个菜单栏 ，Mac 呢和 Windows 呢是略有不同的。但是呢，我相信啊，使用 Windows 的同学呢，在这个地方呢会更加简单，因为它的菜单呢是直接啊出现在这个VS Code 里面的 Mac 呢，它是啊一个系统的菜单栏，但是呢这些菜单的选项啊，我相信 Windows 和 Mac 呢是一模一样的。Mac 上面有一些注意点啊，等会呢我跟大家呢提一下啊。总体上面来说的话 ，Mac 和 Windows 呢是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别的啊，因为呢 Python 呢是一个跨平台的，你用 Mac 也行，你用 Windows 也可以啊。好，那么我们现在呢就要来打开一个文件夹。那么我这个文件夹呢没有，对不对？没有的话，我们就新建一个文件夹就好了。我们把这个文件夹呢叫做 Python， 创建，然后呢打开。好，现在呢我们就啊建给我们的这个 Python 的工程呢建立了一个文件夹。好，下面呢我们来新建一个 Python 的文件，然后呢在这个文件里面尝试来写一下 Python 的代码。好，新建文件的方式呢也比较简单啊，我们选中这个框框。点这里，然后呢右键啊点击新建文件，这是一种方式，或者呢是可以在菜单这里点击文件，新建文件也是可以的。好，我们新建文件，文件的名字呢我们叫做 demo， 注意啊 demo 后面一定要有扩展名啊，一定要点 py 啊，因为你只有加上了这个文件的扩展名 VS Code 才能识别它是一个 Python 的文件啊，你不能够把它换成这个 txt， 这是不行的，也不能啊什么扩展名都不加，一定要在后面加上点 py 才能表明这是一个 Python 的文件。 OK， 那么这个文件名啊大家可以随意的去更改啊，并不一定非要跟我一样，我这里呢和后面的课保持统一，我把它改成 untitled。好，那么此时呢 VS Code 很有可能给我们一个提示啊，它提示我们是不是啊要对这个 Python 呢去安装一些扩展插件的支持。那这里我要说的是啊，这个扩展的插件呢它不是我们编写 Python 所必备的啊，不是说我不装这个扩展或者是插件呢就不能够运行 Python 的代码啊。但是呢如果我们想更有效率的去开发 Python 的话，去编写 Python 的语言的，去编写 Python 的代码的话，还是建议大家呢按照要求啊去安装一个 Python 的扩展插件。因为呢在 VS Code 里面呢去安装插件是非常简单的啊。我们呢可以在这里点击第四个，然后这个地方呢就列出了很多的这样的一些插件。你比如说呢上面这里呢是已安装的，就是我现在的这个 VS Code 里面啊，因为我要开发很多语言的项目，所以说这个地方呢就会有已安装的插件。那么另外下面这里啊是推荐的一些插件啊，我们要安装的呢其实就是这个 Python 啊这个插件。那如果说你这里呢没有显示这个 Python 的话，可以呢直接在这里呢搜索啊，输入 Python， 好回车，这个时候呢我们需要安装的就是第一个啊 Python 这个。好，然后呢我们点击安装，好，这里呢就正在安装了。好，安装的有点慢啊，大家呢可以自己去安装一下。
这个安装完成了之后啊，我们一定要点击重新加载、重启 VS Code。好，这个时候呢，我们会发现啊，我们刚刚安装的这个 Parser 呢，它就出现在了已安装的插件列表里，就是这个啊。同时呢，刚刚的啊那个提示呢消失了，但是呢，它却给我们报了一个新的错误啊，linter pylint is not installed。好，那么这个呢是怎么去解决呢？我们等会儿再来说啊。我们先放一下，大家呢先把啊这个 Parser 的扩展包呢给安装到 VS Code 里边来。我们简单的说一下 VS Code 的这个插件啊。VS Code 很多人喜欢用它，就是因为啊它有海量的插件可以帮助我们快速的开发，并不仅仅呢是只有 Python 的插件啊。大家可以看到我这里呢还有这样的一个写 Markdown 的啊这样的一个 Markdown 文档的插件。VS Code 的插件呢是很多的啊，比如说你想用 VS Code 来写 Java 的话，那么你在这里呢搜索一些 Java 的插件啊都是可以的。你再比如说，我们很多同学啊，开发的时候喜欢用这个 Vim 啊来编写代码，那么这个 Vim 呢也是有的啊。那这个 Vim 呢，我要说一下，很多同学呢看我安装了这个 Vim，然后同学们也去安装这个 Vim 啊，安装之后呢，你会发现啊，你没有办法直接在这里啊敲代码了，为什么呢？因为 Vim 呢，它是一种啊快捷的编写代码的方式啊。如果呢你不知道啊这个 Vim 怎么用的话，不要安装这个 Vim。好，那么必备的插件啊。大家一定要安装这个 Python 的扩展包。如果大家有兴趣呢，去学习 Vim 的用法的话，我推荐大家呢花一点时间去研究一下 Vim，因为呢它可以大幅度的啊提高我们写代码的效率啊。那么安装这个 Python 扩展包的好处啊，就是它可以让我们呢可以拥有一些啊智能感知的能力。你比如说我们在这个地方啊写一个 for，你会发现啊在这里呢会出现啊 for 的一些智能感知，我们直接。回车的话，它会把这个 for 的基本结构啊，for 循环，我们后面会学习到的，会把这个基本结构呢直接帮给我们列出来啊，让我们更加快速的呢去编写代码啊，还有很多的好处，所以说建议大家呢安装这个 Python 扩展包。当我们新建了一个 py 文件了之后啊，如果不出意外的话，在这个地方呢会给我们弹出一个错误的提示来。这个错误的提示说的是啊，linter pylint is not installed。我建议大家呢先不用管这个东西啊。这里呢我可以简单的说一下 linter 是什么啊？linter 呢就是帮助我们做一些语法的规范性检测的。如果说我们的代码写的不符合 Python 的规范的话，那么 VS Code 需要借助这个 linter 的插件帮助我们呢去显示啊，这样的一些不规范的语法，具体的效果呢，等会儿我们会看到啊，就是在这个地方呢，会出现红色的波浪线。好，那么其实呢，重录这节课啊，主要就是为了去解决啊这个错误弹窗的一个问题啊，linter 找不到的问题。在以前的版本里面啊，在以前的 VS Code 这个版本里面啊，是不会出现这个错误的。但是呢，新版本的这个 VS Code 呢，它会提示这样的一个错误。这里呢，给大家一个建议啊，如果说你不想啊，这么麻烦的话啊，去配置各种各样的插件的话，大家呢可以去使用这个 pycharm 啊。pycharm 呢，我们之前谈到过了啊，它也是一个可以用来编写 Python 啊，不能说它可以用来编写 Python，它就是专门啊用来编写 Python 的这样的一个 IDE 啊。我们的 VS Code 呢，它呢是不仅可以去写 Python，还能呢去写 PHP、Java，还能去写我们的这个 JavaScript 啊，它什么都能写。所以说呢，在这个配置上面来说的话呢，就比这个 pycharm 呢要更加繁琐一些。pycharm 呢，它是专门写 Python 的，所以说基本上大家安装这个 pycharm 之后啊，所有的东西呢都是给你弄好了的。但是这个 pycharm 呢也有缺点啊，就是呢它的功能非常强大，功能一旦强大之后，很多你用不到的功能啊，反而是我们初学者的一个负担啊。所以说我建议大家呢，如果能用这个愿意用 VS Code，咱们还是能用 VS Code 啊，因为我们初学者呢，更多时候呢是要把这个注意力呢集中在 Python 语法的这个学习上面，而不是啊这样的一些啊像 VS Code 啊或者是pycharm 这样的一些 IDE 的学习上面啊，不要把这个重点给搞错了啊。我看很多同学呢就折腾这个 IDE 啊，都能折腾一两天，我觉得是完全没有必要的啊。甚至是说我在这个地方什么都不处理，我直接呢点这里的啊 disable pylint，把 lint 关掉，也不影响大家去学习 Python 啊。所以说呢，一定要注意，我们学的是语法，不是学习 IDE 啊。好，我们继续啊。我为什么说这个 lint 没有影响呢？其实你现在啊，直接建了 py 文件之后啊，就可以呢运行我们的这个 Python 代码了。比如说呢，我们在这个地方呢写一小段 Python 代码 print
Hello, Python。好，我们保存之后呢，虽然说这里有错误提醒啊，但是呢，它依然呢是可以啊执行这段 Python 语句的。那么怎么在 VS Code 里面去运行 Python 的代码呢？之前的课程里面我们学习过了，是在我们的操作系统里面定位到这个文件的位置，然后呢，在系统里啊，注意我这里说的是在系统里打开这个命令行，然后呢，运行 Python 命令来执行的这段代码。但是呢，这节课啊，我们是在 VS Code 里面怎么办呢？其实呢是一样的啊，VS Code 也可以集成系统的命令行，只不过呢，在默认情况下面啊，这个 VS Code 啊所集成的系统的命令行并没有直接显示在这个工具里面。那么我们可以呢通过快捷键啊，Ctrl 加上啊左上角的这个波浪线啊，这个左上角的波浪线是可以把它给打开的。我们可以试一下啊，你看。按住 Ctrl 加上左上角这个波浪线就打开了。很多同学说这不是一个波浪线啊，你按住 Shift 的加上左上角的这个按键，它就是一个波浪线啊。好，那么我们打开这个命令行了之后啊，其实呢操作啊就和我们在那个命令行里面操作是一模一样的啊。我们只需要呢在这个地方输入 Python，然后呢输入啊 Python 的文件名 Entitled 的这个地方是这样的啊。如果说你太长，你不知道怎么打的话，大家呢可以啊按一下 Tab，哎，你看按下 Tab 的话，就可以呢把这个文件名啊自动的补全了。然后我们按回车执行，这个时候呢会出现一个错误啊，那这个错误是为什么？怎么解决？我们等会儿再说。但是呢，在解决这个错误之前，我要说一下啊，我现在给大家演示的这些错误啊，你并不一定会遇到，明白吗？但是呢，这些错误的话，很多同学呢，他在某些环境下面是会遇到的。如果没有这些错误，你就不用管了。如果你有这些错误，那么大家呢就仔细听一下，它现在显示的这个错误啊，是一个编码的一个错误啊。关于编码的话呢，我们这里呢就不详细讲了，我们只说怎么解决这个问题，以及这个问题是怎么引起的。还是我强调的啊，没有问题就不用管了。那这个问题的引起的机制呢，其实是比较复杂的啊。它复杂的地方在于什么呢？我们可以呢演示看一下啊。如果我把这些中文啊，把这个语法中文去掉，你会发现啊，就不会有这个问题了。我们再一次的执行啊，你会发现是不是中文一旦去掉之后啊，就不会报错了，并且呢也会正确的执行 print 语句。好，我们简单的来说一下原因啊。首先大家要理解啊，这个井号后面的这些文字啊，它不属于代码，它只是注释。Python 呢，在执行代码的时候呢，是会把这个注释呢给忽略掉的啊，它不会去执行这样的一段文字啊，因为呢它不属于代码。那是不是说我们在 Python 里面呢就不能够啊去出现这些中文呢？因为我们看到啊，一旦出现中文之后呢就会报错。那其实呢这个地方呢就要说到 Python 2和 Python 3了啊。我们之所以在这个地方不能出现中文的原因是啊，我当前的环境啊，大家看这里啊，它给我显示的是 Python 2.7 啊。那很多同学呢会说，哎，我们并没有安装 Python 2啊，之前的课程里面我们安装的都是 Python 3，对不对？那为什么会这里呢？会选择这个会显示2.7呢？那这里呢就是我要说的啊。如果你使用的是 Windows 的话，一般来说的话，如果不是你自己安装的，是不可能在系统里面出现这个 Python 2的啊。但是在 Mac 上面呢是有一些不同的，因为 Mac 这个系统呢它自带的就有 Python 2，也就是说呢，我们之前呢安装了 Python 3，再加上系统的 Python 2，实际上呢，在 Mac 里面呢，会存在着两个 Python 的环境，一个呢是 Python 2，一个是 Python 3。那么默认情况下面，很多时候啊，VS Code 就会自动给我们选择啊这样的一个 Python 2.7的环境，并不会直接呢选择 Python 3。那 Python 2里面呢，如果不加特殊的注释的话啊，是不能够出现这个中文的。如果你出现中文之后，就会出现这样的一个报错的提醒啊。那是不是说我们的 Python 2就不能够使用这个中文呢？也不是啊，在 Python 2下面，我们只需要呢在这个文件的文件头上啊加上一个指令，就可以解决中文的问题了。但是由于 Python 2现在官方啊，它
马上呢就不再支持和维护了，确实呢已经淘汰了，所以说我们就不再细讲了啊。我们主要呢还是学习 Python 3，有兴趣的同学呢可以去查一下如何在 Python 2里面使用这个重温啊。那我们现在的问题啊，主要就是如何把当前的这个系统的环境呢切换到 Python 3上面去。那这里呢还是我要说的啊，Windows 下面一般是不会出现这个问题的。如果你使用的是 Windows 的话，那么我觉得呢你不用啊操心这个问题。好，但是呢，有些同学呢使用的是 Mac 就会出现这个问题。那我们这里呢来讲一下，如果说你不确定啊，你当前的系统它的 Python 的版本的话，我们可以使用这样的一个命令啊，Python 横线大 V。然后你会看见啊，这里呢就会显示出当前系统默认的 Python 版本是 2.7.10 啊。好，所以说强烈建议大家啊，你在运行 Python 的时候，首先要确定一下你当前系统默认的 Python 版本是多少。好，那么这里呢解决的方案呢有很多种啊。由于呢默认的这个 Python 命令啊，指向的是我们的 Python 2.7，对不对？所以说你在这个地方啊去执行这样的一个，所以说你在这里呢执行这个 Python 文件的话，是会以 Python 2去调用，就会报错。那么一种方案啊，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下，你在 Python 这个命令后面呢加上一个 3， 哎，然后呢再运行 untitled.py， 你会发现啊，它是可以正确的显示出来的，并不会报错啊。这就是在以这个 Python 3的方式呢去运行我们的 Python。我们可以呢再用这个 V-V 再看一下啊，我们之前呢是 Python-V 对吗？它显示的是 2.7， 那如果我们用 Python 3后面加一个 3-V 的话，你会发现啊，它调用的是我的 3.70B3 啊，这是我安装的一个 3.7 的版本啊。大家呢如果是没有安装 3.7 的话，这里应该是显示的是 3.6 啊。好，那么在 Mac 下面，如果说同学们的默认的这个环境呢是 2.7 的话，大家以后啊在运行 Python 文件的时候就不要用 Python 了，而用 Python 3来代替 Python 就可以了。那我相信很多同学呢会说啊，我就想在这个 Mac 下面用 Python， 我不想用 Python 3，可以吗？其实也可以啊，但是呢调起来会比较复杂。如果说你想啊直接用 Python， 不想用 Python 3的话，那么你需要呢在这个 Mac 的操作系统里面啊，把默认的这个 Python 的指令呢指向 Python 3的安装目录啊，这个呢是需要在 Mac 操作系统下面去进行的啊。如果说你对 Mac 呢不是太熟悉的话，我还是建议咱们这里简单一点啊，直接用 Python 3，因为我说过了啊，不要去纠结这些 IDE 啊，等你熟了之后啊再去调。如果有兴趣去修改它的同学呢，可以自己去网上查一下，非常多的方案啊。我这里呢不给大家去演示这个怎么调，是因为我们每个人的系统环境啊差别呢是很大的啊。我就算是在我的这个系统上面把这个 Python 的命令的指向改过来了之后呢，也并不一定就能够在你的系统上面生效啊。这个呢是用 Mac 的一个挺大的一个问题啊。但是呢如果用 Windows 的同学呢是不会有这个问题的啊。Windows 上面呢是不存在这个 Python 2的这个版本的啊，除非啊你自己的 Windows 上面曾经装了这个 Python 2啊。好，那么关于这个呢我就说到这里。下面呢我们还是呢要去解决啊这个 linter 报错的这个问题。那这里呢还有一点啊，很多同学呢可能喜欢去尝试，那么很多同学呢会发现啊，点击这个地方的 Python 2.7.10， VS Code 呢会给我们一个弹窗，让我们去选择 Python 的版本。很多同学呢会认为啊，我在这个地方呢选择 3.6.5 啊，这里呢我要说明的是啊，我当前的这个机器上面装的 Python 的版本比较多啊，你可能不会有这么多的版本。那很多同学呢在这个地方选择 3.6.5 之后呢，就会认为啊，我们的这个 Python 的默认的版本呢就切换到了 3.6.5 啊。你从表面上面来看的话，这里确实呢变成了 3.6.5， 但这个时候呢你执行 Python 啊大 V 的话，你会发现什么？它还是 2.7.0， 这个地方呢是不一致的，对不对？大家可以仔细看一下，这是为什么？那这里呢也是我要说明的一点啊，这里显示的 Python 的版本是 VS， 下面这个蓝色这里显示的 Python 的版本呢是 VS Code 它所调用的 Python 版本啊，注意啊，这是 VS Code 调用 Python 的版本。但是大家要特别注意的是啊，你虽然通过这种切换方式呢把 VS Code 调用 Python 的这个版本呢改成了 3.6.5， 可是呢我们啊如果直接是在终端这个地方啊输入的 Python， 它并不是啊通过 VS Code 去调用，
它是直接通过系统去调用的。我刚刚说过了，如果你想在终端里面让 Python 去调用 Python 3的话，必须是在 Mac 的操作系统下面去修改，不是通过这个地方去修改啊，这一点是大家注意的。你看虽然说这里呢是 3.6.5， 但是你在这里输入 Python Untitled.py 的话，它依然会报错。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地方的 Python 呢不是啊调用的 VS Code， 它调用的是系统的。那如果说我们把 VS Code 呢改成了 3.6.5 了之后，虽然不能够这样的来执行 Python 的这个文件，但是呢你可以通过 VS Code 啊来正确的调用。我们可以试一下啊，通过 VS Code 调用的方式呢是点击这个文件，然后呢右键在这个地方呢会有一个在终端运行 Python 文件。你会发现什么？你会发现通过这种方式啊就可以呢正确的执行，不会报错。为什么呢？因为这是通过 VS Code 在调用 Python 啊。最后呢再啰嗦一下啊，通过这里右键去运行的 Python 呢是通过 VS Code 在调用，而你直接在终端里面输入 Python 的话是调用系统的 Python 啊。这两个 Python 的指向版本呢是有可能不一致的啊，希望大家呢能够啊区分。其实这些问题呢我在最开始录制视频的时候呢是没有打算给大家讲的啊。为什么呢？因为这个东西一讲的话它就比较的繁琐啊。我还是认为啊我们这门课程呢最主要的呢是帮助大家入门和进阶 Python 的语法，关注点在语法上面。这些东西啊你一讲的话呢就比较深了，我觉得那是没有必要的。因为这些东西的话大家以后多写点程序啊，你不需要听我讲，你自己慢慢的话就把它给摸透了啊。所以说呢如果你没有遇到这些问题，你不需要听这些知识啊，如果你有兴趣的话可以听一下。你只要保证你的这个IDE 呢能够正确的调用 Python 3去执行 Python 就可以了啊，不需要管这么多。好，那么这节课呢我们就单独的作为一个小节啊，因为有些同学的这个 Python 2和 Python 3呢确实同时存在。那么下节课呢我们主要呢是来解决这个 linter 啊语法检测的这个问题。好，最后呢我补充一点啊，很多同学呢会发现啊我这里呢是有这样的一个小的 Python 图标的，对不对？好，那么这个小的图标呢如果你不安装插件的话，这个小的图标呢是不会出现的。那么也是通过安装插件呢来解决的。这个地方呢大家可以安装一个，我看一下啊，我看我已安装的这里啊，大家可以安装一个 VS Code Icons 吧，我记得是叫这个哦。哎，在这里啊 ,VS Code 横线 icons 啊，就可以让你所有的各种各样类型的文件的前面都出现一个小图标啊，大家呢自己安装一下。好，各位同学，本节课的内容呢我们就先讲到这里，我们下节。